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Without Your Love， 然后这一首歌的 MV 就被就是所有粉丝号称为 MVP 之男这种大结局。那我这种事啊，为什么这么高好心的都可以给他写？你忘记一句话，太子说过。你忘了，天底下没有我太子办不到的事。OK， 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六零。大家今天看我们今天桌上摆这么多东西，应该知道我们要介绍什么吧？就是亚洲天团、宇宙天团。5566真的是我们的童年跟青春哎，相信对很多人来说也都是。像我们这位，他就是一位566的脑粉，超级大脑粉。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超级红，是 MVP 情人吧？第一张，对他们出道那些就是演 MVP 情人出道，然后里面有一首超红的声音，是说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。还有一首片头曲，无所谓都是泪，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随便的余味，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去梦。所以我们接着就出了第一张专辑，就是 First Album。 我觉得这一张，而且里面有一首我超爱的歌，因为大家不是有看过 MVP 情人嘛，就是有看过吗？ Uh-huh. 你知道张韶涵演的当中跟谁在一起吗？言情书。但是我喜欢的是太子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不要笑，这真的很震惊。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Without Your Love》，然后这一首歌的 MV 就被就是我有粉丝号称为 MVP 情人，正宗大结局。里面就是在讲太子的同位性，他发现小新就是得了心脏病，他需要换心，不然的话他就会就是过世。太子他就把他喜欢的，然后小新就是发现这个桥段，太子然后就是痛。我痴痴的，我痴痴的。那我这种事啊，为什么那么高好他的心脏都可以给他的心脏？你忘记一句话吗？太子说过。你忘了，天底下没有我太子办不到的事。OK， 谢谢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就去演了一部戏叫做《西街少年》。嗯，这个我知道，看过一点片段，但是没有很完整的看。那你知道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传说》吗？天哪，真的又就是传说般的存在。时间它一分一秒不断考验着我，折磨。还有一首慢歌，超级好听，存在你一定会。我真的存在着，我一直存在着，不管是风的期待，我笑着，我紧紧手握着，傻傻的陪着，守着，证明你值得。但我会笑着，因为一切都值得。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Boyfriend 挚爱，哎，里面有一首歌我真的是一辈子不会忘记，什么？守候。幸福时候，别来找我，带着你的快乐和他继续往前走。接下来又那个演了一部偶像剧《格斗天王》，里面有一首歌很经典，原点。难道要很多考验？还要很多抱歉才能够证明我会爱你到永远，寻寻觅觅我们还是又回到了原点。接下来呢就是好久不见，然后你知道里面它是好久不见主打就是手语舞蹈，来好久不见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？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？年复一年，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，得到什么，失去什么，又有谁知道？
好久不见之后呢，物流其实又隔了非常久才要出一张。他们有专辑，就在出专辑。我以为好久不见最后一张，那一张是就开始走下坡。就是虽然说，就是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红，可是还是很好听，好不好？就是青鸟跟新鲁道歌。青鸟啊，送人间，歌颂爱和永远，我也从不留。五六六出了一张精选集，叫《Sexy》。哦，那个不太会念那个。但是有一阵子新闻就是蛮偏飞的、哦，我知道什么五六不能忘，对，2013年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阿信，他就是在某一篇那个 PTT 推文底下，就是推了一句五六不能忘，然后那时候就整个新闻就是狂讲五六不能忘，然后就是说神曲我难过，当年金钟奖林宥嘉有一段表演是那个偶像剧经典歌曲，他就唱了我难过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说五六到底什么时候要自己出来唱。结果林宥嘉又在当年某一场公益演唱会唱《我难过》，大家就想说，那时候就只因为《我难过》又开始红起来，林宥嘉又唱。殊不知，这时候孙贤志跟王仁甫走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夸张！那时候看到那画面，我简直是觉得，天哪，那是爆泪崩的，我真的是哭出来那一种。谢谢我当初你的美好未来。我原本以为这样就够了，结果更神来了，不愧是五月天五位大神，就是他们2014年1月1号演唱会在高雄的，他们就请来5566完全体，连小刀都有来，虽然小刀没有上台。天哪，5566五月天也站在台上哎、欸！天哪，5566五月天也站在台上哎、欸！最重要的是他们让5566在世运主场馆那个50000人的场地唱《我难过》跟《无所谓》，我跟你讲。当下我直接忘记五月天是谁，没有来看一下，我不记得。我真的是边哭边看哎、欸，那个我真的不行，这真的太感人了。这再度证明了五月天任何一场演唱会都不能错过。这几年就在讲五月天，但不管，反正只要错过一场五月天演唱会，就是会痛不欲生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个假日可以看到五月天主持的综艺节目卷心，就可以像小时候一样看《少年特工队》，哦，很好看，旗开得胜。然后现在就是每个周六晚上8点，我要那个推广下，王少伟主持的那个在台视《综艺三国志》，就是还有周日晚上8点，中视那个孟哲写字。人夫主持的《饥饿游戏》，《饥饿游戏》好看，我有看过，一定要看，真的蛮好笑的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好，我们影片今天就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一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下次会有3D偶像剧的经典回顾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我是武林，我是六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